各位，今天我们要结束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。我们都知道，这是有关尸体反的殉道。那在世人看来，这是何等凄惨的结束；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看来，这是何等荣耀的结束。阿门。那么，各位在这一幕里面呢？哦，我们可能会想象这个真实的情景，只不过是可能短短的五分钟。 但是我们会看见两种的极端。我们首先会看见因神的福音而杀人的，还有因神的福音而被杀的。我们似乎看见了该隐和亚伯之间的那个情景出现。我们又看见了啊，地狱和天堂的一个写照。 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，他就这么说：“那这个地上的日子，是天堂和地狱的一个过渡阶段。那这个地上，那最痛苦、最难过的事，是其实地狱的一撇啊。在地狱，那是最轻微的痛苦。那在这地上，我们遇到最开心、最喜乐的事呢，那是在天堂的一撇。” 天堂里面最，呃，微小、最短暂的一个喜乐，所以各位不可想象啊！所以，我们地上生活是我们人将会去到的一个终极的本论的一个桥梁、一个过渡阶段。所以，那个终极的本论是，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地上生活会看到的那一瞥、一散啊，那所以，人永远的最。 被刑罚的那个样子，咬牙切齿、绝望痛苦的样子，在地上有看到一下子。那还有人的罪永远被饶恕、被赦免的那个样子，那永远的福乐、永远的感恩，那那那个样子有时候也出现了一下，所以有时一瞬间，啊，最痛苦的时候看到。 有时候一瞬间最喜乐的时候看到，然后就消失了。但是在尸体反熏到的这一幕呢，我们全部都看得很清楚。那在这一幕里面呢，我们特别看到这一幕啊，就是第一，赎地狱的人，他们的罪不得除去的人的样子。当他们的罪性显露出来。 呃，那个的恶毒、凶暴的性情啊，没有怜悯，只有凶杀。我们看到，当人的罪性完全被显露出来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怎么对待旁边的人？那些全部会显露在犹太人、犹太领袖他们怎么杀害斯蒂凡的样子。 那当他们的罪完全显露出来的时候的那个样子，今天我们会看到就出现了。那另外，那相反的，那属天堂之人，他们的罪得赦免的人啊，他们是怎样的？他们知道自己的罪，他们在最凶暴、凶恶的人面前，他们是怜悯的，他们是饶恕的，他们是被饶恕的。 也饶恕人的。所以，斯蒂凡在被石头打的时候，圣经说他被圣灵充满，然后他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”各位，我们不能想象啊，这是哪里的事？因为以恶报恶，以牙还牙，已经是我们人的本性。其实是我们人很多时候，我。 我们的一种生活原则来的。那我做，呃，就是你做初一，我做十五，呃，你给我痛，你给我焦虑，你给我不安，我就给你厉害。哦、呃，你控告我，好，你走着瞧，等一下我就反击给你们看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说牧师，我们不是这样。让我告诉你，你不但是这样，很多时候你对你所爱的人也是这样。 当你最爱的人叫你失望，叫你就是很不被谅解的时候，你就对他有一种怀恨，一种冤屈，你对他的爱就减少。嗯，那我下次也会这样对你，嗯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对谁呢？有时候连对我们最爱的人，甚至在夫妇生活当中，我们都会看见的。 嗯，有些人说，因为我哎呀，牧师，我们是人嘛，我们不但是人，我们是罪人，有罪的性情，你天天就是这样挟制我们。所以，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当他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，当人最无情、很凶恶的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主耶稣怎么祷告？他祷告父啊。 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，因为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句的祷告，所以今天你和我的罪被涂抹，我们能够站在他的面前，被称为一人。各位，既然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，我们知道的，我们其实没有资格审判人的罪。 我们只能将那得罪我们的、伤害我们的人交给主。然后圣经说：“让主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”啊，这个什么意思？这个炭火有两个意思。那一个是烧尽我们的邪情私欲的圣灵的火，叫人悔改觉悟啊！不然呢？ 那这个炭火就成为了审判的火，地狱的火。所以在这世上，在地上，所有犯罪的人，只终究会遇到两个的结果：第一，就是他不是因圣灵的工作，呃，圣灵的就责备而悔改，然后他改悔改来到神面前；不然，就是他不是属主的，嗯，最后他要受永远的审判。 那我们很多人啊，包括现在我们坐在这边的你和我，我们现在都在这个过程与罪征战，呃，天天要脱去这个旧人，穿上这个新人，所以这个火炭呢，有时候一直堆在我们的头上。那我们是问啊，说到底我们要让这个火炭？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造成一个悔改的工作，还是审判的工作？各位，这是我我们每一次听到之后呢，呃，就显露出来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会看得到，听了神的话语之后，我们是越来越刚硬、固执，还是我们越来越谦卑、温柔？所以，我们地上生活是顺服神和违背神之间。 就做出一个选择，我们地上天天的生活是在天堂和地狱做出选择的。